一个白天，一个白天差不多可以有三四十万啊。一个白天，那个是你东西都要升到满的那种情况下。OK， 大概八小时吧，就有三四十万了。对啊，神奇米奇不是说很好用吗？啊，五百拿去打中第一开头的啊，不对，我应该把钱拿回来的。你花了我多少500块？啊，杰克，他什么？他什么？下一个抢劫，我把钱要回来。我把钱都你的五百块啦，从杰克那边扣钱回来。啊、不要扣太多了。刚才想到。哎呦，对啊，想买护甲买不到啊，他不给卖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那个还有那个什么花猫姐姐，你四年前才上线，所以我前几天把你好友先删了。他没有玩，都不玩，我这边也是一样，是一堆人加了，然后就五天六天不上线了。对啊，你们是加什么心态的？加了，然后去炫耀说：“我有他的好友然后他就不玩了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我有他的好友。那你可以现在可以跟人家炫耀了，我被他删的好友，他就是这种人啦，退定他啦。哎呦呀，我要喽，好。”至于那一个在其他地方当老大的就不管他了。好，不要啦，不要不要不要。竞争对手邀请。我们现在解前置。那你过去就好了吧，我们那边等。一樣，所以你是抢货，你是希望老大在那边跑来跑去，你们不帮忙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用你去开，不用进设施啊。哦，对啊，你们不用进来啊。我还以为杰克是说你在那边跑来跑去就好了，我们不用过去。哦，杰克，你收了钱就算了，你怎么人就变了？不是，我是说我们先在那边等待命，然后有任务出来我们再跑。是现在有工商就红了，就翅膀就没有。你不要以为你防弹衣多就了不起哦！啊！那怎么办？你一直没防弹衣穿呢、欸？我只能开场的穿的那可以买的那一件，那一件而已，唯一一件，对，限量款。件我的是限量版的。哈吉，你有锦星哦？有啊，良心。所以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一直有警车来？我就看到路人就给他打一下，路人就打一下。好哦，你有这么生气哦？没有，现在赚了125块了。那你去抢商店不是更快？更快吗？是的哈、哦。可是抢路人比较有爽感呐、啊。好哦，你可以抢完商店再抢路人呐、啊，双倍爽。哦、是的哈、哦。一直抢劫，一直爽。门禁卡。你的忠贞不二挑战已被重置，啊啊！真的哎，哈基没进来啦，我没进，等一下，哇，重置了，重解，我刚刚没有，他是忠贞不二是重新加是不是？对啊，哇，重来。第一张重来。我开吧，我开了，我开。哇，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换世界，我不知道退掉了。啊，你知道他什么东西中正博什么东西？自备重置。啊！我们两个礼拜做白工了。没白工啊，还是有赚到钱啊。有钱啊！你有收到代言的钱、啊？进度重来。啊！
样？赛龙出来了，赛龙出来了，他直接抢路人啊！好爽感，我有我在里面呢。啊，也不能怪哈基啊，老板没有确认。唉，啊，所以现在嘞，重来，我开啊，我开。我这个已经开一半了、欸，我已经付费了，就要打完吗？那哈基进得来吗？看你啊，你还是不缺钱呐、啊？这还好啦，就卡一个九万在任务里面而已，这还好啦。那我回去开啊。可是我们现在要先想。这个任务在跑哎、欸，它退不掉啊！好啊，那这个解掉，然后我回去开。对啊，这跑不掉。哇只是前面的时间都白费，有点。啊、那至少跑过第一次、第二次，跑的比较快了啦。你是说有那个可以跳过？不是啦，我是说至少你知道流程怎么走。加我！我现在不行不行，现在不行，任务中。哦、嗯，任务中。啊！哇塞！真的是哇塞！也是我按太快了啦，我按太快，我没有看到他那一个，他有跳出一个确认，我想说他只是任务确认而已，有没有啊？我没有仔细看。哦，对啊。您的启动将会重启的忠贞普洱。对啊。会跳，又会跳那个讯息出来。哎、欸，还是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这是算三人的忠贞不二啊？不知道、欸，这是要都要一起啊？对啊。所以在想说，末日抢劫他最少可以两个人解啊？我知道啊，有二三四的忠贞不二啊。只好打路人。谢谢分。重点是我还不能买护甲、啊，还不给我买护甲，真的是哦。他逼我终止，打他啊！这个不能忍哎、欸！哇，还不打回去？偷走正爆车。是我要直接绕进去，然后开走就好。开走啊！白痴哦！嗨，那我要进去开咯，拜拜，我走咯。拜拜。你开了，那我就不过去了。我的警笛怪怪的，那声音好怪啊！怎么个怪法？他的叫声很怪。哦，好、哦。锦心没了，解掉了。我帮你。不要，我在你附近绕，就像上次观众一样，帮你炸掉附近的车。不小心，然后这包车就不小心爆掉了。没有啊。是警察一来撞你，对，然后你就有警心了。警察说：“你怎么撞我？”哎，然后说：“我是在帮忙。”可是你帮到忙，我忘记那个警笛怎么关啊？他好吵，压着啊，压着一啊，按一啊。哦，好。是你在干嘛啊？打路人啊？对啊，还泄愤。我在虐待一个刚刚逼我终止的人。好好好好。对，警察来就把他杀掉了。Excuse me! 钱，三十块，哎、哦、呀，这个很有钱。啊？他讲中文吗？天哪！天哪！这不是你疯了吧？
哎、欸，老板，你在哪里？让我买个东西嘛。哎、欸，老板。哎呀！按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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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车车可以借我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你又在干嘛？又有人在傻笑了。应该又有人被囚禁了吧？什么囚禁？我才不囚禁人的。好、哦，你都是被囚禁的那一个吗？也不错，不是，我是说什么？你被囚禁欸、哦、原来如此 ，OK。原来你喜欢这张啊？好、哦，我现在有一个人路人，他轮胎爆了，在帮他加速。哦，在顶他哦。对，我在顶呱呱，呱呱顶，顶呱呱，呱呱顶。哇！我又骑了一台车，啊翻了。嗯，加油加油，帮你加速。好玩吗？还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嗯，好不好玩？好玩哈，那继续啊、哦，好，继续哈，继续。他有说继续吗？会吗？他继续上路了。他继续上路了。还要付费？继续哈，好好继续哈。送完成，完成。喂，喂。那就换杰克妖咯。好。嗯，你要快速解一解吗？啊，可以啊，比较快速可以啊。想说，不然就是我东西又买的，买什么？你要用买的吗？很贵啊。不要啦，就偷一偷啦。哦，好啊。嗯，反正我们偷一偷，应该就下一次就开始解他那个里面的主线吧。就我先把前置解掉啊！你就说我们是另外一个时空，平行时空在解，另外一个时空解过了。安安，怎么上次就抢一样的画面？这是影像记录档吗？在播记录档啦。对啊，这记录档哦。对对对对对，记录档，记录档。啊，我们就先今天就先把前置跑一跑，也差不多十点啦。对啊。嗯。进来了吗？还没啊。有。成为副手，有，好了，之后都要先注意这个了。嗯，谁晓得、啊？刚刚没有注意到。他都没有防呆，有啦，有啦，只是弯太快了，太快。嗯，哦，你好呆，抱歉，我很呆，难怪老板不卖你。他防呆没有防到我的呆，没办法、啊，抱歉。为什么？嗯？什么？为什么？而且资料泄露无法使用、欸，哎，被泄露，资料被泄露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会不会是你？会不会是你刚刚跟我们一起解完了，所以他有一个重置 CD 的时间？嗯，那只能玩猜测是不是？会啊。你需要等待些许时间才能重玩相同的抢劫任务，请选择其他抢劫任务。怕洗钱？他多久？没写。哇哇！或等候直到可以再次游玩此抢劫任务，要等。玩一般差事咯，玩那个啊，那个昨天玩的。昨天玩的，啊啊、你说手榴弹吗？不要手榴弹吧，玩那个就好啦，炸弹跟飞车就好了。啊那个、好。嗯，哇，刚解完有 CD 时间。哇？那就等我一下，我掏个锦星。好，付费打电话就好了啦。刚给你多少钱了？对呀、啊，还给你加倍的钱呢、欸。可是，哦，可是。可是能省则省，是不是？对啊，
等到你问题解全部解完之后，那个都是免费的、啊。刚刚的钱是我跟云月给你的。对呀、啊，嘿。而且等一下玩差事钱又赚回来了，你在怕什么？到了啦，我先自杀嘛。等一下你的载具被扣押，跟你讲。嗯，丢、啊，要更衰啊！不，钱更多，跟你讲。感谢新会员。跳啊！戴斯等级要高才强啊，技能要够高。RPG 不是抢这一台啦，哎、欸，抢这一台啦！我要做，哎呀，不，让我上车！哇，我的包机怎么这么多血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槟榔渣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血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谁喇叭开这么大声啊？谁？哎呦！怎么会有人看到前面有已经有车子爆掉了，还往前面冲啊？哈基啊！那就 OK， 邀请目前战局。这里 ，Go， 你是必须支付零元，好啊，支付。好像解完末日都不用钱。对啊，嗯，可是是要有设施解完才是吧？对啊，就是自己开的，自己开的部分。哇，那哈金要赶快买设施来玩呢、欸，不然景星，你可以随时杀人，随时掏景星哎、欸。嗯，有明钱。哦趁你要解完三个，为了杀人解差解末日，炸弹组，战无翻译。杰克会玩哈、哦，昨天有看啊，有看你们稍微玩一下，就是开车然后丢吧，然后站在平台上的就是要狙我们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，这不是狙击。哦，好。哦，这是火箭的。对，我觉得火箭比较好。嗯、把那个直接在下面炸我们。嗯，就把他在下面。